战友牺牲了，你们怎么办？为战友报仇，冲锋！你的位置是什么？狙击手。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狙击敌方的重火力手，还有指挥官。记住，军人没有牺牲多壮志，为国而死无限光荣。他牺牲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你们。 需要继续坚守岗位，完成任务。为最后的胜利，坚持隐忍。是，为胜利坚守位置，坚持隐忍。继续训练。是。是。腿，停当。是。这小书生在下面整得热火朝天呢。 老婆，你长吁短叹的干什么呢？看不出来啊，这小子没日没夜的训练打仗，实际上是在用工作掩饰内心的痛苦。他是不是还在念叨那个梅梅姑娘？哎，那丫头一点信都没有。老婆，这梅梅真是偷。 行了行了，你别老是在这儿唉声叹气的了啊！等他训练完了，我陪他喝酒去，喝多了就什么都忘了。实在不行，再找一个更好的呗。你有小书生这条件，恐怕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了。报告，总命令。好。哎，团长，上级同意抗日救国义勇军整编成八路军了。 这个抗日救国义勇军是一个积极的抗日地方武装，主要是由当年国民党军的一个团组成的。九一八东北沦陷，国民党政府又放弃了热河，这个团愤然脱离了国民党军的序号，打起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旗帜，又收编了大批爱国抗日的地方武装，当时声势很大，但缺乏战略眼光，不能依靠群众。 没有建立起一块抗日的根据地，一直四处游走，形同流寇。当年与党建立过联系，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曾极力劝说他们转移到陕西、山西咱们的根据地，但老团长坚持要留在热河抗日。几经鬼子伪军的围剿，损失惨重，后来老团长也牺牲了。由于队伍组成结构复杂，又起了内讧，后来队伍也散了。 现在的司令叫刘新威，是老团长当时的警卫排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率旧部又扛起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大旗，来到了进西北松山打游击。可走的还是老义勇军四处游击的老路子，分散打游击状况不是很好。去年大扫荡损失惨重，经过我们劝说。
各游击队同一整编成一个营，由他领导。但由于一直没有抽调得力的干部，过去建立党支部，所以还称之为义勇军。那你跟这个叫刘兴威的还有一段交情。我入伍以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当年义勇军的党代表。后来老团长牺牲了，队伍散了，我就回了延安，后来又来了咱们团。 回想起当年和义勇军兄弟并肩作战的日子，很多画面都历历在目啊。啊，刘新威当时还是个排长，也是因为审查没能通过，直到去年重新联系上，才正式宣誓入党的。难怪嘛，你是他的老领导了。啊，这么多人过去都没把这事说下来，你跑了一趟，这大流氓就感谢归正了。哎。 大流氓是鬼子骂他起的绰号，他人是没问题的，是一个热血爱国的壮士，所以组织决定让我们把这支散漫惯了的游击队整编成党指挥下为人民战斗的八路军松山独立营，在平邑城鬼子背后插上一刀，建立抗日根据地。好。所以，组织决定由中校过去担任营长。 把中校给收走了，对，这不是拆老子台吗？哎，不是拆谁都能去，就是中校不能去，谁收都不行，不去哪儿都不去。老曹，老曹，刚看老子日子好过点，是不是？就来挖我的人，我找旅长说去，旅长哪儿不行，老子找师长去。老曹，中校已经成熟了，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书生了，该让他自己出去闯闯了。 还是走了，这小子，我知道他早晚得离开我，老婆，太突然了。 哎，你这个狙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我没看着，这不算啊，这不算，你重新来。小书生，又是你了，我上来。<笑>鸟毛长全了，翅膀长硬了，是得自己出去扑腾，自己去飞。 叫天高任鸟飞，我刚跟政委学的。嗯，上回让你去濮阳庄，虽说远了点儿，可到底是我独立团的地盘，有点什么事儿都会有个照应。这回远了。 这杆子就插到敌后去了。行，不管到哪儿，都是我们中国军人打鬼子，嗯，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种，还真有点舍不得，可是高兴。 真的高兴，我们家小书生终于可以坐镇一方了。啊，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咱们不是以前的土皇帝，八路军到哪儿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哎呀，怎么又学着政委说话了？这些词儿让政委跟你说去。嗯，说正事儿吧，这个松山的刘兴威，为人有几分霸道。
也是天高皇帝远的，没人管惯了。我怕你这刚去啊拿不住他，所以我给旅长要了个条件，你现在是嵩山独立营营长兼政委。这样人家义勇军的同志不会有意见吧？这些事儿让政委去做工作，他同意你去的，他得去铺好路。这个不是什么全不全的事儿，想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队伍，你有些时候就得狠点儿，得霸道点儿啊。我记住了，记心里了。来，把那个大眼儿他们一块叫上啊。都是你老五连的弟兄，使起来顺手。别的也没什么别的了。来，乔师长，记住，不管到哪儿，都是我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务。团长，你走了吧？是跟我走吗？啊！哎，赢了，赢了，赢了！团长，终于赢一回。从来没赢过你，今天让我赢了这一回。小白脸子，我领你这个情。别看了，团长说了，公务繁忙，就不来送你了。不会吧？别转头，右手那棵树后头，让他发现了，他会不好意思。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大家伙都回去吧。同志们，为子死孝，为国死忠，为了保护我们的土地，保护我们的家人，为了神圣的中华民族，血战到底！这里，好小子，团长，保重。出发！再见！再见！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义勇军又打回来了，是自家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兄弟们，上！老乡，来来来来，怕什么呀？啊，别怕，啊，俺们是义勇军。乡亲们，俺是义勇军的司令，俺叫刘新卫，外号大流氓。大流氓啊！哎呦，这怎么是大流氓？是专替咱老百姓、咱中国人干鬼子、出恶气的大流氓。大流氓威武，义勇军万岁！大流氓威武，义勇军万岁！乡亲们，这些年俺们义勇军不容易啊，没粮没饷，跟鬼子干了这么多年，死伤无数，但是俺们拼死拼活的总算熬过来了。现在队伍已经转移到了嵩山，哎，
那劲儿是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就能给他打下来。但是大伙都知道，对呀，这山上的日子苦啊，缺吃少喝，所以呢，俺们这次来，一是给大伙出口恶气啊，杀杀鬼子狗汉奸的气焰；二来呢，就是向乡亲们借点军粮花饷。行不行啊？哟，长官您来了。长官，哎呀，你辛苦啊。哎，老子今来不是听你说废话的。你们家交十块大洋的军饷，一百斤白面的军粮。啊，十块大洋，一百斤白面，怎么的？这抗日救国打鬼子，谁都有责任。我们可是在前线打枪打炮，人吃马喂，这都得吃东西啊，我们还玩命呢，知道吗？让你们交点东西怎么了？那你们要这样，我们你们还干什么义勇军啊？哎，我这，别，老总，消消气，哎呀，消气，哎，老总，打鬼子辛苦，我们应该支持的，一定得支持，可是我们这也是小本买卖，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呀。我们也知道，山上的战士吃了不少的苦，可老百姓的日子他也不好过，不是？自打鬼子来了，你说这过年过节的，我们都没吃过白米细粮。哪拿得出来呀？你说，把东西都收了，缴了。哎，别，这不能拿，不能拿呀！你们怎么打人呢？去，爹，怎么的？别，想拿命是吧？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别，老实点，你给我。别动啊！都记上啊！都记账啊！将来有钱会还给你们的。哎，你快点啊！快点！利索点啊！到咱地盘了，放赵弟兄，你先打招呼呢。快！告诉威哥，五哥回来了！嘿，五哥回来了！嗨，真是谨慎啊，少尉放这么远。小鬼子兵营就站在山下，咱们就是睡觉，又得睁着眼才行。接下来该轮到小鬼子睡不着觉了，就是想睡，也是长眠。呵，政委，这次风景还真不错。山下就是草原，到了春夏更是漂亮。听景莫看景，看景莫近景。等真的融到这环境里，就知道这美景背后有多艰苦了。嗯，是啊，他们不光要面对数十倍的鬼子，还有伪军，更要跟艰苦的环境做斗争。大武，这边的日子不好啊。小鬼子虽说是秋后的蚂蚱，可蹦跶的越发厉害了。那入秋搞了一次大规模扫荡，我们损失不小。我们连以前在西坝河那儿环境不错，但是地势不够险。被敌人抄了后路，不得已才撤到松山这边。他们的炮车、坦克起不了作用，可就是就在山下扎了营，把我们困在大山里边了。虽然说有八路军根据地支援，可好多物资上不了山，非战斗点员严重。好多弟兄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得困死、饿死在山沟里啊。中校，今后就看你们的了。组织上对你们。对你都寄予了厚望啊！放心吧，政委。好，大武，你可算是老地头了，今后要多多支持中校，还有新来的同志啊！啊！必须的！大武呢，是西坝河游击队的队长，也是老义勇军的作战参谋，我们可算是老伙计了。您是我的老领导啊，那会儿弟兄们特佩服你。可惜啊，老司令没有听你的主意，不然我们这会儿又是另外一个情况。这些年蒙着眼睛走道，只知道今天活着，明儿还得起来打鬼子，哪天死了哪天算，心里没有个准主意，真憋屈啊。现在好了，加入了八路军啊，咱们就走上光明大道，看着真招。我听说这几年你也没闲着呀。
哎呀，老义勇军长干之后，说实话，咱动摇了。回老家去媳妇儿，生了孩子，威哥一力山头，咱马上回到老部队。仗是没少打，可还是两眼一抹黑，心里没个准主意啊。是啊，所以现在让你们松山地区的各支游击队，合编，建立松山根据地。大五哥，以后要多多帮助啊。没得说，咱以后就是自个儿弟兄了。哎呦。 大伙回来了，老李，这是新来的首长吧？对呀，这是。哎，这位老同志以前是哪个队伍的？我上次来怎么没见过呀？这是串子军老猎户，您下山之后才上来的，当然没见过了。俺就是住这西山下的西山峪的，去年鬼子大扫荡，烧了俺的庄子，哎，俺的儿子、儿媳妇，还有俺那大孙子。 都让鬼子给烧死了，俺也是司令，从四人堆里给扒出来的。小鬼子欠我们中华民族的累累血债，该是让他们加倍偿还的时候了。哎，大武，首长们一路上饿坏了吧？赶紧回去，我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哎，好，请政委，好，走。 这边啊，好，威子，政委，小威子，啊，还这么壮，一点都没变。政委，有小两年没见了吧？嗯，您挺好的吧？好着呢。同志们好啊！政委好，政委好，您这是小光，雷子。 听说你小子当了排长了，猴子，没变样，生子。哎呀，长高了，长高了，胡总有了。哎呀，都长高了。好，我来给你们介绍，哎，这位是中校同志，啊，老八路了，这些都是八路军抽调来的骨干。中校，这位就是名震松山的刘新威司令员，刘司令。 休想大名，辛苦了，一路辛苦。中校，这回你可碰上对手了，你这外号叫小书生，你可知道咱刘司令的外号，可是叫大流氓啊！小书生，哎，咱嵩山有了大流氓，这叫流氓有文化，小鬼子一准怕呀啊！哎，政委，我得给你保证一下，咱作风是从来没有问题的。 但到现在还是黄花大小子呢。哎呀呀呀呀！哎，政委，哎，政委，你倒不想是黄花大小子，可这山上除了野兔能分个公母，想有问题哪儿是俺家？就是。钟同志，你别介意啊，咱们弟兄们都随便惯了。大流氓是鬼子给刘司令起的外号，都说我们义勇军一打仗啊，打了就跑。 可跑一圈回来又是一闷棍，叫流氓无赖战术。游击战嘛，就得这么打，就得打的小鬼子，没法没辙，没地儿撒气，<笑>像那个泼妇骂街似的，骂咱刘司令是打流氓。<笑>说得好，小鬼子这就是泼妇骂街。哎，政委，钟同志，在外边挺凉的，咱们屋里聊吧。屋里坐。<笑>川子爷，把前两天我套的个兔子给我炖上了，今天就看你的手艺了啊！好。<笑> 哎，你们这几个走，放肆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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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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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周同志，走，来来来来，哎，那个，走，谢谢。政委啊，哎，喝口热乎的。好，忙活的啊。哎，周同志，家里条件差，没有茶叶，来这儿吧。怎么样？现在有多少人啊？接到指令后。 这附近的几支游击队啊，都集中到嵩山。都算什么，也不到三个连。没办法，这总在山里憋着，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更不要说跟老百姓接触了。前年小鬼子在这山下扎了营，完全切断了咱们出山的道路。也怪我，工作没有做好。刚才大武已经介绍了你们的情况。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能够坚持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伟哥啊，政委说了，大军马上要打回来了，还带来命令，咱们也要打江山了。真的啊？那太好了吧。两个急性子。是这样，现在的形势，欧洲战场胜负已定，美军在太平洋重创小鬼子，剑指日本本土，苏军挥军东进，也就在朝夕之间了。小鬼子这回是真的晚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上决定要建立八路军松山根据地，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前期侦察，打下牢固的基础。你们义勇军就是我们八路军的独立先锋，从今天起正式的更名为八路军松山独立营，直属上级司令部指挥。太好了。先别光顾着高兴，你们今后的任务还很重，不光要尽快打下山，还要在松山地区建立起八路军这块根据地，在鬼子的心窝腹地插上一把尖刀。晋察冀根据地兄弟部队支援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到了，松山营如虎添翼，相信你们一定会完成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义勇军啊，不不不，八路军松山独立营保证完成任务。坐坐坐，你别太心急了，这一段时间好好整顿一下，打下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立好根据地，获得群众的支持，站稳脚跟，这可不比打冲锋拼刺刀啊。好。串子爷，那个跟彭立新一起的白脸书生是干啥的呀？好像是咱们新派来的政委吧。哦，对，一看就是搞政治工作的，知书达理的秀才。这回咱可有正规军的样了。这政委一来呀，咱们就是堂堂正正的正规军了。这啥事儿啊，往后得讲个说辞和规矩。对，咱以后一拍胸脯就是八路军松山独立营了。嘿，直属的，看看人家八路啊，不，咱八路的服装真带劲儿，看老子下山怎么削这帮小鬼子狗的。瞧把你小子能的。哎，把水烧好了，把肉炖上啊。好嘞。干部和骨干都到齐了吧？啊，都到齐了。好，同志们，现在我宣布，松山八路军独立营第一次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好。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党，代表八路军，向在松山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义勇军同志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此时此刻，我更想大声地对牺牲的同志们说：兄弟们，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更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更加坚强地去战斗，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努力，彻底消灭侵略者。消灭侵略者，消灭侵略者，消灭侵略者，消灭侵略者。同志们，我们已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离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不光要打败侵略者，更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将来的任务还很重，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牺牲。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好，下面我宣布八路军总部对松山独立营的职务任命。起立。经上级党委司令部研究决定，任命中校同志为八路军松山独立营营长兼教导员。啊，不是。任命刘新威同志为副营长，杨大武同志为营参谋长。这算什么呀？宣布完毕。怎么回事啊？这算什么呀？算什么呀？不是，同志们，
你这啥意思？啥忠孝？咋就营长了？哎，政委，我不明白，谁呀、啊、来了就当营长？对，就是威哥当副的，谁就是谁服啊？对，当不了副的。政委，俺有意见，上级可能对我们这个山头不太了解，这嵩山我们只认威哥五哥。哎，不是什么小书生小秀才，怎么一来就立竿子？也不怕山里风大给折了呀？对呀、啊，对呀、啊。这是整编呢还是收编呢？啊，司令不让干了，现在一个小破营长也不让当了。兄弟们，咱们是不是得告诉他这队伍是谁的呀？对呀、啊、对呀、啊。就吵什么吵什么，都给我闭嘴！谁的队伍啊？这是咱们的队伍，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懂吗？还是军人吗？都给我坐下，坐下，听见没有？坐下！什么玩意儿？坐，慢慢坐。不让坐，就去旁边。政委，咱先表个态，咱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服从组织安排，完全配合中营长的决定和指挥。好，坐坐坐，坐。中营长，你给大家说两句吧。政委，我刚来，不了解情况。以后工作上碰上什么问题，我多向刘副营长、向参谋长，还有同志们多请教、多学习。今天就先不说了。也好，同志们。往那边走。营部这两天啊，就收拾出来，现在炊事班将近两宿，住哪儿都一样。这山里的气候就是凉啊。是。哎，你俩，这雷子。行了，回来了。五哥，我们先回去了。哎，嘿，我这边。真不知道上级是怎么想的，派个小书生来。他是老八路，咱还是老义勇军呢，凭啥呀？凭啥？凭人家是八路是嫡系呗。八路咋了？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这林子里还得靠威哥和五哥。才能镇得住脚。就是啊，看那小书生有啥本事啊？我跟你说，一看就像个绣花枕头，说不定没两天就动跑了。你们瞎吵吵啥呀？啊，啥人家八路八路的，咱不是八路啊。这些事儿啊，不是咱能说清楚的。这个上级呢，有上级的安排。哎，司令那句话咋说来着？叫一切行动啊听指挥。你们瞎吵吵，能吵出个啥来呀？哎呀，真是窝的慌，就是，还没睡呢。哎呦，孙子啊，营长他们在这住两天。哎呦，太好了！哎，营长，我给您铺被子。哎，别别别，我们自己来。啊，营长，歇着，我走了。麻烦你了，参谋长。哎，没事。来来，给我，来被子给我，来你自己来就行了。来，我来。嘿，都别假装睡了。营长跟大眼同志睡中间，都往两边挪挪。嘿，你那边不是有地儿吗？凭啥新来的就能住舒服地儿？对啊，那不有地儿吗？这你们这个，营长睡我这儿。串子爷，你要退有风湿，那边漏风，刚开春山风恶得很，冻坏咋整啊？他八路跟俺们义勇军不是一个规矩啊。营长咋了？营长就能耍威风？你怎么说话呢你？我们说啥的吗？哎，行了，人家说的对，这边上不有个地方吗？咱就睡那儿去，啊？走。哎，不是，我们营长。没事，串子爷，我们这大小伙子哪怕冻啊？再说这天也不凉。没事，在这睡吧。串子爷，吹灯吧，困死了。我说你什么你啊？赶紧睡觉，睡觉。行了，别憋着了，这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啊？没啥说的，咱还是那句话，咱是军人，是党员，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知道，你有这个觉悟。政委，啊，您是最了解我们的。啊，我们一直想干八路，现在随了愿，当了八路军了。八路军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没什么说的。我相信上级领导对我们也是信任的。可首长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松山独立营是战斗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将来还要建立根据地。对，他一个小书生，能带好一支队伍，能虎口拔牙，能在鬼子重机枪下打出一片天地吗？哼，大武这回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不客套，大道理我也不想多说。你们的想法是，干嘛不让他当个教导员、党代表什么的？这样从面子、心理都容易接受点，是不是？可咱们是一家人，不用去顾及那些所谓的面子问题。的确，组织上这次任命少情面，甚至短期内不利于松山营整编的工作，但对今后的工作、战斗，对松山营战略长久而言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墙有挨着门的，风大，小心刺了腰腿。等上了年纪啊，就该老毛病了。这些啊都是孩子，刚才耍性子，您别介意。没事，快睡吧。那个，我去厨房看看。这么晚还去厨房啊？我瞧瞧这火压好没有。睡吧。谢谢啊。哎，睡吧睡吧，慢点。不加人，也没有更多的装备，只是改了一个名号。可就是这一个名号之变，就要你们打出正规军的风范，打出咱们八路军中国军人的精神和威风，看你们的了。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我们一定。刘副营长的话代表了松山营的决心，我们一定用行动证明松山营不光是一只猛虎，还是平原上撕碎侵略者的狼群。加油吧，为了胜利，为了全东北、全中国美好的明天，多保重。走。辉哥，那俺们巡山去了，你还有啥指示吗？没什么指示，后山转远点啊。得嘞，好嘞，明白。走了，巡山去了，走走走走走，其余的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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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走走走走。昨晚啊，哨兵在后山听见有飞机的声音，威哥怕是那个侦察兵。鬼子的侦察兵还经常进山啊？那倒不是，这鬼子的兵营啊就在山下，咱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不能麻痹大意，对吧？这根肉中刺，眼中钉，早晚给他拔了。哎。吕布不是有明确命令吗？咱们不如趁着枕边这个热乎劲儿打下去，平了他，也给咱松山营成立扬扬威啊。没错。哎，威哥，我正好和巡逻队上山去看看，熟悉一下周边情况。你好。大武，哎，你陪钟营长去一趟，营长对这个地形不熟，别迷了路。哎，放心吧，走走。那我先过去了。好。
仔细找找啊！哎，好。这儿也没有啊，看仔细了啊！好。你俩去那边看看。好嘞。五哥，雷子他们这是找什么呢？哎，看看有没有人经过的痕迹。这山里林子密，潮湿，容易留下脚印。如果鬼子进来的话，会选草丛里走。哦。营长，营长，营参谋长，套个兔子，瘦吊死，没啥油水。嘿。没事儿，走，去吧。哎，大家继续啊，继续找啊，有点意思啊。我上去看看还能逮到点啥。哎，捣什么乱呀？看看有没有脚印儿。没事儿，没事儿。心只留下一声叹息。